你说姐姐和弟弟和仇人一样，真的吗？在我弟弟十岁以下的时候是这样。为啥？那时候写日记，今天给他整哭了，开心。嗨，朋友们，看我婷姐都已经穿上大棉服，一见入冬了，家人们。今天我们要去吃一个，你说，烤牛肉吗？是不是？不是烤肥肠吗？啊，烤肥肠。不好意思，家人们。嘿，哎呦，我的头发。塌了，哎呀，我啥都想吃，现在饿死了。这天吃点热乎的挺。嗯呢，吃点辣的也行，哎、吃点肥肠更不错、哎。你好像给大姨下蛊。不是，你大姨都高兴了。咱吃大锅吃小锅，吃大锅吧。行。必须要加一个辛拉面的，你觉得呢？那必须必，那都不必多说。然后加一份芝士。吃点辣的。正常吧，正常。现在有四个人的喜欢我，你想入伙过吗？估计几个包厢有多少人在喜欢你，就改老准了。江妈有一个吧，问电话是不是老妈想你了？我从小就这么测试，我下周上学时下来那个男生，我就摁一下，我看多不多一个，我看他喜不喜欢我。咋还不来呀、啊，刘姐？那是那么久吗？我就一直盯着老板，看什么时候给我上菜。你真会解决问题呀、啊，刘姐。下次我要办错啥事儿，我就一直盯着老师看，我看老师知不知道原谅我。一饿我心情就不好，一心情不好我想打人。我懂了，每次都是拍摄之前撸了个老脸，吃上两口就。你这就这样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带着碗筷走来了，真骂谁呢？我说。你这能引误导人，我不是东北人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学会了吧？嗯，我下次不说了。锅能举了啊？好。嗯，笑死我。去年咱俩也是冬天吃的吗？对呀。是去年吗？我忘了，太久远。对，去年是。不是，是考研之前。前年了。啊？两年前了。真假的？去年冬天不是你考研那个冬天吗？是前年了。哎呀，时间过得飞快呀。他这个还保留了中间的油脂呢，刘姐。上次咱吃那个烤焦焦的了。嗯，辣辣的，好嫩呢，好吃。秋冬就应该来这么一锅。你这句话也是万能公式，全部都套用在你要吃的东西身上。尝尝这个吧，火辣鸡爪。它这碗是脱骨的吗，刘姐？嗯，真是脱骨。好吃。嗯。还有我们的泡菜饼，我们要不要都扔了呀？嗯，好啊，尤其是辛拉面。那是不是得把芝士扔进去？我觉得可以。哎呀，这小锅要是一闷一扣盖一张开，完美，嘎嘎的。当当，看看这个才有那个感觉。哎呀，它就是一个一整个就是大拉丝的大状态，配上边上这个串肉。我敢想象这一口有多好吃。果然什么东西还是放在一锅里比较好吃。是吗？哎呀，好像想起了 You are my destiny。 好幸福啊。给我茄炒饭跟那个酱油差不多，不加茄子行不行？茄炒饭光不加茄子，我没试过呀。啊，试试吧。那可能不好吃。没事，我吃茄子过敏。我之前不吃啥我也说自己过敏。哎，他们说过敏的人就是会随着你长大，你的时间，你的过敏源会发生变化，所以过敏什么都是有可能的。我对你也有点过敏。滚吧。为什么周六周日这么短暂？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到周六周日十二点就起床。完了，我老弟早上九点说好我俩吃汉堡，我妈说你挑吧，挑完给姐转过来，我给你代付就行。我就回屋了，我老弟挑完给我发代付，俩小时我没回消息，我直接睡着了。从他三张银行卡拼拼凑凑拼出了34.6元。他说姐你终于醒了，我都破产了。也是从十点睡到七点多呀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从十点？我总是12点才睡觉。上学不知道为什么会激动。你没事吧？我就会在脑子里过一遍明天要干啥，我想的可累了，完就睡着了。有一天我想老累，我起床我得洗个头，因为头发太埋汰了，我想别留下那么老那啥的印象。想着想着，我正常7:30我必须起床了，我7:20就醒了，我现在再眯10分钟，搁睡梦里洗上头了，我都梦见我要出门了，哐当闹钟又响了，一看8:10了，迟到了。
那你为什么不头天晚上洗头啊？生活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你晚上你正是困的时候，你洗精神了咋整？那不失眠了吗？不啊，可是你洗完之后你会很安心，就明早不用那么着急。是吗，刘姐？你是这么做的吗？你不是，你说要不这个事儿能不能推推吧？先算了。你早上你有饭吃吗？平时家里有啊，没有时间吃。有一天早上我妈给我做的那个叫什么虾，蒜汁捞虾，可能是这玩意儿。我跟我妈说了，我说你做点容易吃的。第二天我妈给我做了黄瓜汤，又做了土豆茄子，我还是没工夫吃，啪嚓我就走。那他为啥不给你也带份饭呢？我上大学了，哥们儿，我唯一的社交方式就跟他们吃中午饭，你还让我带饭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你带点早饭，你搁校门口吃完就带中午。我就馋成那样吗？中午早上都不赶趟，我必须吃点早饭，我就那么馋吗？你老弟口袋还没奖励点啥东西呢？奖励来。我们他24天都是一模了，我非常期待我弟弟一模的成绩。你记得咱们那时候说一模成绩是最准的，我有些二模是最准的，那你就是肯定是二模考得好，你这么记得。我记得是一模最准，又一模考得好。我记得有一次三模，因为组织考试太频繁了，我实在不愿意考了。我作文啊，还有啥那些费劲的东西我都没答，英语阅读我直接懵的，我考了300分，我怕我妈晕厥过去，我把他从家长群里给他踢出去了。他没发现呢，我把他 QQ 号都给下了，我说 QQ 号被盗了，至今我妈没找回他的 QQ 号。你真是，我告诉他被盗了。一听你弟弟紧张，我也是。你知道我现在非常的纠结，纠结啥？平心而论，我既希望他就是考好点啊，完远走高飞，有一个自己的天地，我又不希望他离开我们。孩子终究是要长大。哎呀，出去看一看外面世界嘛。我跑去受伤害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那是提一嘴，我姐是刘婷婷，看谁敢欺负她。哎妈，你姐就那个熊样啊，那个棕熊呗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如果她考出去了以后，我还能出去就是找她玩玩啥的。你说你上研二了，你那么忙，我替你照顾照顾她。儿子，我和你姐姐来看你了。哟，我姐呢？她没来。他们说姐姐和弟弟和仇人一样，真的吗？就平时相处模式，在我弟弟10岁以下的时候是这样，我每天恨不能撤了十个大嘴巴。为啥？我那时候写日记，今天给他整哭了，开心。我不吃了，太油了，再吃就吐了，吃个橘子解解腻。不说好要出去拍视频吗？我爹拿这么大桶原浆啤酒放桌顶了，要两个菜，要几个串儿，天天拍不拍视频呢？不拍我喝点，说不用送你，我知道啥意思，就不想送。我说你喝吧，不拍，那我可喝了啊！原浆啤酒拿的高脚杯，完了我要走了。哎呀妈，听着这事儿，你不是不用吗？怕量不够，赶紧补上一杯。这不行啊，这都催出来了，受不了你了。完了，都吃完了，都下桌了。大米饭，那十香腊肉丝儿还咸的满满灰大碗呢，都敢这锅大了，不能吃了啊，果龙，你该收手了。自言自语啊，果龙停，果龙不能吃了。完了，再来，全吃完了，自己给他劝自己，不中吃了啊，吃完这口拉倒吧。吃完了，没吃了就打包走了，就是实在最后有点太油了，我们为了这个健康着想，晚上不吃那么油的了，是一锅也造没了，打包人抠抠卡底呀，再见了，拜拜了。